叫什么？我是39号叶静瑜，然后我要带的歌是曾沛慈的《一个人像这一个人》。来不及道声感谢，不是一家为，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，我还有太多心愿，太多梦没有实现。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，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一个人的画面。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地的心碎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。眼角的泪，这不是错觉。那些年，那几天，那一夜，都恍如昨天。这些年，这几天，这一夜，你让我失眠。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。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地的心碎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。眼角的泪，这不是错觉。谢谢。